这窝孔雀鱼又要生了，该怎么办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养员小二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缸里的这几条孔雀鱼啊，能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？没错啊，是它又怀孕了。距离上次啊，它们生完那一胎之后啊，才一个多星期啊，应该两个星期都不到啊，这又怀上了。您看这腹中满满的一胎，不知道又要生多少。哎呀，我发现这个孔雀鱼真是太能生了啊！这里啊，有两条母鱼也怀孕了呀，也要生了呀。哎呀，这里呢还有100多条这个孔雀鱼苗，我怎么养啊？我养鱼都快把我养穷了，你知道不？好吧，这几条鱼要不要把它隔离生产呢？你们说了算吧。呵呵呵。真的是这个鱼太能生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本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啊，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，我是养员小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